这儿我们也该分道了。哎，对了，到了徐州千万谨慎。哎，当然，那么再见了，再见。 山穷水尽一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、啊。啊，公子，老实说，过临防道，过海防潮，我们要小心呐、啊。嗯，真的要小心。阿忠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心了。哎，公子，我们还是赶路吧，晚了怕找不到店房人家。 树鸟惊飞，我看这树林不大对劲儿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哎，难道抢书生手帕的强盗？这不是谈话的时候，快走吧。 起来吧，谢谢师傅。我岳一桥又突如此也满足了。师傅，这面具就送给你了。谢谢师傅。这面具曾给我带来不少麻烦，但是也给我遮盖了不少是非，希望你能好自用之。是，师傅。 此行辉山湖，可能碰见你大师伯江一鱼，他正在调查一桩事情，这对十年来武林正派人物有很大的关系，希望你能帮助他。什么事啊？在近年来，江湖上出现了一帮专抢强盗的蝙蝠帮。这一年。 他们引起了绿林人物的反感，联手对付他们。我们正想利用蝙蝠帮把他们消灭，为民除害。你大师伯为这事情奔走很久，都没有结果。
希望你能协助他，查探查探。师父，您的吩咐我一定好好办。嗯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赶快上路吧。是。啊！哎，公子，怎么了？哦，刚才呢？哎，刚才真有点邪门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突然间昏过去了。哎，就是嘛。哎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有事就不能把你叫醒了。快赶路吧。啊、哦，真有点邪门，这地方好像闹鬼。哎，胡说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。公子，我们还是快到庙那去躲躲吧。没有一片干净土。哎，那儿没有漏水吧？哎，这儿也好，看样子来不及下山了。公子，这都是你呀、啊！算了算了，先打扫地方，在这儿歇歇吧。哎，是。见过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小妞没有？三位是六盘三怪啊？什么？六盘三怪？张宝莲，见鬼的那个！啊，你说什么风脖子啊？你是六莲的？啊，少爷！啊，免费检查还有五块钱可以拿来，我们两个加起来啊，都超过55岁了。搞笑行动，今晚8点。KFC 超值早餐，您一天美好的开始。Very show。够味儿，叫人流口水。Nobody does breakfast like KFC。第二集的迪拜之旅，沙漠变乐园，滚滚黄沙中也能创造出非一般的新鲜享受。手绘 Hannah 之前笑得比花灿烂。迪拜是购物天堂，一年一度的购物节又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？世界村各地商品汇聚一堂，让您一网打尽。4月5号，奇趣搜搜搜，迪拜之旅。
我们志在必得。港币2亿5000万元，港币3亿元地接收，港币3亿5000万元成交。工作繁忙，常饮食不定，可引起肠胃不适，请服胃先优，有助于减轻肠胃不适。 Marigo Pure Fresh，美味和营养与新鲜水果一样。这个叫 electric shocking pink。这种颜色啊，擦在嘴唇上，显得你牙齿发黄。鱼肚爱莲汁，出淤泥而不染。濯清涟而不妖。爱就是为了它做180度的转变。我还为你呀、啊，买了一间拥有18个房间的洋房。18个房间的洋房啊！从里到外都是粉红色的。亚当州记之一个关于爱情的粉红色故事，星期六晚上9点整第8播道。我问你见过了没有？什么女人呢？装蒜！不说我就宰了你！说，说，你说说！不动口，不动手啊！哎呀！我问你看见了没有？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宰了你！我。我早就料到你逃不掉的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姑娘在这儿，你们来吧。走。阴沟里翻了船，三个老江湖给人家打了，还不知道扔的是哪条道上的。别说了，哎，是倒霉倒到家了。嘿，灵山那铜镖要是又拿不下，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回去向老大交代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先吃碗稀饭吧。谢谢你。不要客气。你们？哦，我姓邱，单名一个钟字，他是我的少主人邱天敏。邱公子。小姐是？我叫上官翠红。哦，上官小姐。哎，不要叙礼了，先吃吧。吃吧，吃吧。
昨天晚上，你们都受惊了。虽然有点怕，不过这种场面，小生也是大开眼界。上官小姐，那个什么盘，什么？六盘三怪。哦，对了，六盘三怪，他为什么要杀你们？江湖险恶。啊，还给我。一个人要杀一个人，有时候并不为什么，也许是我的上一代跟他们结下的仇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们为什么要将上一代的冤仇在你身上报呢？三怪是武林败类，哪里有道理好说呢？哎，真是蛮不讲理呀。讲理就不是败类。谢谢你把我救了。哎，其实我也没尽什么力呀。昨天晚上你见过一个大胡子的人吗？哎，见过。当时我躲在海边，看见他将三怪打倒，还一路追下去了。哦，他有没有回来？没有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就是不知道。哎，公子，不要再讲了，该启程了。好，嗨，请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到徐州。刚好同路，你到徐州是探亲吗？那边的威远镖局是我的表亲。好极了，少镖主毕一成是我同学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。哎，我说公子，我们快点赶路吧。今天这条路这么静呢，钟镖头，是，你先上去探探路。是。怎么样？没有发现，连一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。哦，
那我们启程吧。启程！快乐的都会一族，啦啦啦啦啦啦！打扫不忘娱乐，我不想干了。妈，你干嘛？啊，去爱打小报告。我听说这边的校长很凶的。经济萧条时，精打细算，这些能够卖好几毛钱呢，却常打错算盘。真小心啊！这位伤透脑筋的阿嫂，这次又在打什么主意？伤脑筋。再见良戏面二，今晚8:30。健康生活新潮流，唯有 OSIM。 要有强壮的体魄，请常服美国 HVM 的美健年，它含有24种珍贵的维他命和矿物质，能令你精神奕奕，体力充沛。美健年，美国 HVM 的美健年是有效的强力大补剂。本地电信市场全面开放，那些新服务和产品最受消费者欢迎，这对人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？又是清明扫墓的时候了，对现代新加坡人来说，清明节的意义何在？就是拜祖先啊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跟着我妈妈爸爸去。哦，不知道啊。年轻的一辈我们比较不懂啦。现代的清明扫墓又有什么新花样？前线追踪，明晚8:30。
六盘三罐啊，蝙蝠帮，你们认命吧。慢着啊，你们给我爬着出去。把珠宝集中。是。你们快把地上的标银捡起来。是。帮主，多谢你仗义帮忙。你不必多说了，你的镖早给三怪劫走了，现在我所夺的是三怪的贼赃，再不是你的了。啊，这不等于离了虎口又入狼群了吗？你少啰嗦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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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是，是。请你马上咬我到对岸去。哼，凭什么？小姑娘，请你帮帮忙，因为我的仇家赶着来杀我了。啊、哦！坏了！不必害怕，有我。嘿！请问小姑娘什么称呼？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江南燕。哦，在下儿。知道了，你就是金钩无敌。你快点上岸吧，我还要回去接我爷爷呢。南燕。爷爷，爷爷。这位老先生是？是我爷爷，叫沧海叟。哦，江逸于江老前辈啊。你真有见识。啊，还不闭嘴。晚辈毕世强拜见老前辈。岂敢岂敢，都是那孩子多嘴，多亏令孙你相救助，才得保全性命。我知道，不过老朽久已不问世事，不想再招惹是非了。那哦，对了，你的伤势怎么样？啊，只是皮伤。哦，老前辈，哦，我要到扶英山去找我的伙伴。好。我跟你一道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啊，多谢老前辈。不过千万不要再告诉别人我的来历哦。是。南燕，我们走了啊，爷爷再去多管一趟闲事。那我们走吧。太别管闲事了。去。啊，爷爷，爷爷。哎，客官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啊，这边坐。我们这个小铺子呢，不但是酒菜好，而且房间也好，而且招呼周到。在这个小镇上，我们悦来客栈算是第一家了。您二位要是不相信，哎，讲完了没有？完了。哎，赶快替我们弄两壶白干，五斤牛肉，还有别的小菜也弄点上来啊。是您来，爷爷，事情没帮着人家忙，帮忙吃倒很卖力。哎，爷爷吃鱼吃腻了，想吃点肉啊。我看您啊，嘴馋想吃。才真的呢。客官，酒已经来了，除了五斤牛肉，还有，放下吧，我们晓得的。哎，好。菜都齐了。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来来来，喝了再说吧。谢老前辈。爷爷，我呢？哎，女孩子家喝什么酒啊？爷爷，您不是说一醉解千愁吗？哎，酒是穿肠毒药，这酒。
在这儿呢。六盘三怪，六盘三怪怎么会来到中原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哎，你们老谈什么六盘七盘的，我这书呆子一点也不懂。这趟就亏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救了我，要不然我怕没办法在这儿碰到表哥了。也许是缘分吧，要不是等我爹，我也不会在这儿躲着的。哦，救救他！他要押一趟镖到什么地方？救救！易师伯，您老人家好。你好，医生，你住在这儿啊？是。到你房间去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翠红，你也来啊。医生，快过来见这位江大侠，江老前辈。江老前辈，这是全儿已成，这是外甥女上官翠红。江老前辈，这是江南燕江女侠。江女侠，两位请到我房间来。好。你不是要到？要丢了。丢了？谁干的？本来镖车是可以劫到手的，可是给蝙蝠帮胡说八道，还要提来？号称武林一流高手，怎么碰见蝙蝠帮就夹着尾巴逃回来？你们的本事哪儿去了？嗯，帮主。什么？据我所知，蝙蝠帮横行江湖20多年，一向未逢敌手，看来不能单怪他们兄弟。李老哥说的对，江湖上不知多少英雄好汉都败在他们手上。是啊，不单指我们呢。我也未曾逢过敌手，总有一天跟蝙蝠帮碰头，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。帮主天下无敌，蝙蝠帮哪是帮主的对手啊。不过一三怪兄弟说还有一个什么大胡子的人，他又是哪条线上的呢？会不会是蝙蝠帮一条线上的人呢？他是一个读书人，不值得挂心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读书人也不一定可靠啊。南燕，不用争论了，我可有个主意。慢着，你们不要出去了。南燕，跟我来。啊。真不错，收到一个根基优厚的传人。你跟一桥多久了？3年了。哦，师伯，有件事情我不大明白。
是不是为了蝙蝠帮的事啊？不错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世伯卧榻之侧，竟容他人酣睡呢。我自然有我的理由，这件事将来你才会明白。我怕这件事会把你牵进那个是非圈子里去。哦，假如蝙蝠帮坚持一贯作风，我怕会引出一场浩劫。浩劫？是浩劫。造成一场江湖浩劫，来树立我在中原的武林地位。对，我们的对象首先是要对付蝙蝠帮啊。对付蝙蝠帮？是啊，对付蝙蝠帮嘛，首先要。丫头，邱公子到里边喝杯茶再走吧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改天再来拜望您老人家。师伯请到。算了，我们江湖上的人是不喜欢客气的。邱公子，再见吧。晚辈告辞。姐姐，既然舍不得分离，何不请邱公子一块到威远镖局住呢？一起接一起的凶杀案，疑凶到底是不是真凶？由松岛菜菜子和主演内丰领衔主演，以双声道播出。自今天起，每逢星期一晚上10:30，《冰之世界》。KFC 超值早餐，您一天美好的开始。Very sure。够味，叫人流口水。Nobody does breakfast like。我们志在必得。港币2亿5000万元，港币3亿元抵今生，港币3亿5000万元成交。工作繁忙，常饮食不定，可引起肠胃不适，请服胃先优，有助于减轻肠胃不适。集欧洲式的摆设，融汇并体现细腻线条和宽敞舒坦的宽容世界。成人爱宝为您介绍奇形怪状的茶壶，还有独特茶叶香味的蜡烛。
到红帽桥第三道，品尝原汁原味的鸡脊列，地道的海南牛肉粉和四元一只的黑椒肉蟹。请记得收看4月6号晚上8点正的《成人杂志》。你嘴巴很甜呐、啊，太太，我是实话实说。AHA 科技的先驱 New Strata 隆重介绍，具有多重保湿功能的 PHA 能更柔和地清除皮肤的角质层，提高皮肤的吸收能力。现在凡购买我们的护肤配套，免费送你一罐洁面霜。 New Strata。 不同的人睡不同的床。 Alan 玉子和我有很不同的性格，有一个喜欢睡双人床，有一个喜欢睡单人床，我呢喜欢睡沙发床。牛津睡月从4月13号开始，每逢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。牛津睡月是由 Goha Jewelry 以及安盛人寿保险所赞助的。哎，天敏呐、啊，我们邱家一向是做生意的，现在要看你的啦。你二叔的意思是要看见你考取了功名，好替邱家出一口气呀、啊。来，我们敬天明一杯，预祝他功名成就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也干了吧。天明，啊，我们也喝一杯。竟敢向我们来勒索，哼，劫镖杀人在前，现在又投书勒索在后，难道威远镖局真的这么好欺负？舅舅，我现在找顾处算账去。翠红，算账去。嗯。翠红，我不许你胡来。舅舅，就凭你这两下子跟咱们的人手是不够的，除非献出他们所需要的。爷爷，那不是等于南燕这件事我们局外人也管不了。爷爷，这个毕镖头，我们祖孙二人在这儿也打搅那么久了，老朽这里谢谢。哎，老前辈，您这是哎，还是以和为贵，不下香饵怎么钓到大鱼呢？我们告辞了。爷爷，这是老前辈，走吧。这就是大侠。Thank you.
还记得我吗？救命恩人，我是永记不忘的，敢问大侠尊姓大名？你就叫我大胡子好了。啊，大侠，你……我打算陪你到鬼头峡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哼，我能知过去未来。走吧。翅也难飞了。Oh!
在这儿歇会儿吧。好，这次蒙大侠相救，哎，算了，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。你是我两次的救命恩人，那你准备怎么样来报答我呢？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可是我知道你已经爱上那个邱公子了。你知道了？哎，我是未卜先知啊，小姐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让我祝你们两个白头偕老。哎，大侠，再见。哎，你要好好照顾邱公子。再见。我又仔细想过了，你还是嫁给我的好。什么？就这样了，再见。哎，真奇怪。表姑娘，邱公子来看你了。上官小姐，怎么不舒服了？没有。看你春眉愁锁，至少也有满怀心事了。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问了。难道你有意中人了？快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你不认识他的。告诉我又何妨呢？他是一位侠士。侠士，就是在山神庙搭救我的那位。哪有这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这么肯定？哦，这不过是我的猜想罢了。所以你不知道我跟他的渊源。他是我两次的救命恩人。不要再说下去。他真的坚决要跟你结婚？就是，邱公子，我和你是有缘无分，请你原谅我。翠红，你
真莫名其妙。兰燕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承认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你也带了假胡子来作弄翠红姐姐，我又何妨再骗一次呢？真是百密一疏，大好计划都给你弄糟了。活该。南燕，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南燕，南燕，解铃还是系铃人呢、啊、我没兴趣管闲事。南燕，你好，新闻速递。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安华涉嫌的基奸案又有新发展。一名在美国华盛顿工作的司机加马尔在出庭供证时表示，一名马来西亚外交官曾经在1998年9月以$200,000的代价要求他上庭指控安华向他提出性要求。约旦卫生部上个星期天发现，在约旦的可口可乐饮料受石油产品污染，当局已经下令回收受污染的可乐。公子，哎，我们公子呢？在里面啊。谢谢啊。公子，老爷请你赶快回去。爹，大哥，你们真的要送银子给强盗？当然，还要你亲自把他送去。我？孩子，你虽然是饱读诗书，可是人未明白人情世故啊。哎，所以爹要你去一趟，跟强盗接接头，多点人生经验。这桩事你一定要身临其境才能明白。阿福，你陪二公子到亡魂谷去。是。你的责任就是交割清楚就回来，千万不要多言多语，也不要轻举妄动。当心点。哎，你们是？你们是邱家庄来的？是的，是的。好吧，赶快把5,000两银子交出来。怎么样？我交给你就是，不要吓坏我们家公子。哎，抬过来。啊啊！走，走。打开。是。拿回去。是。慢着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
这就是证据。啊，公子，你还是少说话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拿去吧，拿去吧。蛮不讲理，公子，所以老爷要你亲自来看看。几次败在蝙蝠帮手里，还什么话说？啊，帮主，我们兄弟虽然技不如人，可是这次是在鬼头峡出的事。对呀、啊，蝙蝠帮分明是跟帮主作对，那不是要丢帮主的脸吗？住口！蝙蝠帮势不两立，一定要报复，我要把他赶尽杀绝。你们谁知道他的老巢在什么地方？帮主不必懊恼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在徐州大干一次，来个疑惑东吴之计呀、啊。嗯，对，逼蝙蝠帮出动。Thank you.
每次都不要给我出去嘛，那我就很生气哦，我都这样打了，读中学啊还不可以出去。他要跑出去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们，他想到要跑路，他就给我一巴掌，给我一巴掌，然后就把我抓。这个时候我已经有想到说，我已经没有这个女儿了，我不想要她。不喜欢我，我又不喜欢她。可是他妈妈一直求我，他说你想办法帮我找她回来。星期二特写，等你回家。Go Peel Fresh， 美味和营养与新鲜水果一样。请参观新加坡首届大规模教育与学习大都会展，探讨最新的教育与学习经验，与来自教育行业的供应商、出版商及教育学府会面。4月7号至11号，新达城602及603展览厅入场免费。新好男人，我听你说，有奖问答游戏。从现在起，每逢星期三晚上收看《新好男人》，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。只要你回答一个跟剧集对白有关的问题，拨热线1900-915-9150，说出正确答案，就有机会赢取由新电流动送出的手提电话和配套。详情请参阅《新好男人》网址。《新好男人》是由新电流动所赞助的。Biosoft。保湿阴阳洗发精呈现星期六电影。相爱的人从此两分离。夜深人静，剧场传来阵阵歌声。你跟这个剧院有缘，才会看到那些幻象。答应我，每个月圆之夜都唱给我听。一首夜半的歌声，对用情至深的情诗来说，却是一句句温馨的话语。题材画面凄美动人。星期六晚上新夜半歌声。以上电影是由 Biosoft 保湿营养洗发精所赞助的。人呢？不知道，快点抓紧回去。是。
是他们干的，因为我们两班跟他们作对，所以他们就用疑惑东吴之计逼我们现身。是徐龙古楚一向是心狠手辣，可算是武林中的败类，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他给除掉。以为你是蝙蝠帮，我也打算去找他们。好，好极了，一起去。好，你准备一下。好。可以报却两番受辱之仇。嗯，好，你照原定计划去安排一切。遵命。连累你整夜跟我奔波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何必客气呢？是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……大侠，我答应了你，还有什么可误会的呢？这都是……什么？我该怎么说才好？走。
是你们。朋友，你入了蝙蝠洞，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。不要紧，你快带路。这个小姑娘就留在洞外了啊。快去通知帮主，贵客到访。是。让开！请坐。这位英雄为什么一定要见我呢？请帮主揭开面罩再谈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到济宁不是去念书啊？是的，不过我也是追云叟的弟子，怪不得我不是你的对手呢。于一桥二叟久已不问世事，他怎么会赏识你呢？啊！但我看到我敬爱的爹爹、叔叔、大哥，整个家族都是名震江湖的强盗，我真没想到。二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难道看见我们邱家满门强盗应该为荣吗？天明，不要冲动，你处事未深，这也难怪你。爹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没本钱的生意呢？这话说起来就长，25年以前徐州在闹兵变，又遇上饥荒，盗贼四起，和你二叔逃到了外面，没有想到又遇上了强盗。兄弟俩被蝙蝠侠一眼惊醒，同时也就参加了蝙蝠帮。可是我们是专门打劫强盗的一个组织。大道过了一段时间，
他说跟我们有缘，就把江湖上久已失传的蝙蝠功传授了给我们。弟，你练就了蝙蝠功也不必装强盗。二弟，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夺取强盗手上的赃物，而且是用来行善的，从不中饱私囊了。这哎，我们这样的做法为公为罪，我们也弄不清楚，你自己去辨别一下。天津，孩儿在，你去打听赤须龙情形怎么样。鬼丑侠似乎没有什么动静。赤须龙为人阴险毒辣，恐防其中有诈。嗯，大哥，你们要攻打鬼丑侠？是的，孤雏假冒我们在徐州残杀劫掠，我们一定要为民除害，以正视听。我也跟你们一道去。这个至少你也觉得我是值得帮忙的。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这就是饱读诗书的结果。好，让我们大家先痛痛快快地喝一顿，然后出发。秋福，把酒菜拿上来。本地电信市场全面开放，那些新服务和产品最受消费者欢迎，这对人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？又是清明扫墓的时候了，对现代新加坡人来说，清明节的意义何在？就是拜祖先啊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跟着妈妈爸爸去。哦，不知道了。年轻的一辈我们比较不懂啦。现代的清明扫墓又有什么新花样？前线追踪明晚8:30。Best Thinking 呈现我爱 LA， 你我他我们都爱洛杉矶。现在我们将送出4份洛杉矶旅游大奖给4个幸运家庭，只需购买 Toshiba Euro Ace 或 Candy 产品，每达50元就有机会赢取一份和府飞往洛杉矶的旅游大奖，以及其他丰富赠品，包括滑板电单车、怀旧电话及浴室收音机等。要与家人乐享精彩绝伦的假期，请马上行动吧！我爱 LA， 唯有在 Best Thinking 人人喜爱的霸气电器及电子市场。动手做软陶装饰的贺卡，付出心血，意义不同。发挥古书体的美感，中国瓷具木雕是独特的家居艺术品。何永芳早晚脸部按摩法，使人容光焕发，增添自信与光彩。60年代歌后刘韵，歌声依旧，近况如何？爸爸和妈妈，谢韵仪跟谁感情较好？一切尽在妈咪甜丝丝。请注意，我们的播出日期和时间已改为4月6号星期四下午4:30。京都念慈庵琵琶润喉糖，传统的原味，现代的潮流，随时随地胃力无法抗拒。如果我没有酒我先生，而你又没有小琪的话，而你会不会把我当做一个恋爱对象来看待呢？我受够了，我觉得在你心里面的人根本不是我，是夏树。30拉警报，星期四晚上10:30。30拉警报是由 Sharp 所赞助的。绝对新闻又有好料到，黄碧人、潘玲玲一前一后当妈妈，好姐妹有说不完的育儿经。傅芳玲、徐琪、陈迪清凉装扮比身材，到底谁出色？钟情欧静仙青春美丽，看到钻石目不转睛，双双获选为钻石代言人。周华健为了健康回到师承，用歌声提醒大家郑重身体，绝对值得一看。绝对新闻星期五晚上7:30。有脸来见我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个反复无常的人。崔红姐，其实你也是不分青红皂白。原来是你。是的，我不能再将脸皮也剥下来呀。那么这东西不单是邱天敏才有啊。邱天敏，他就是大胡子。大胡子就是他。
翠红姐，我知道他的确是爱上你了，不要再提他了。怎么了？又有什么误会了？刚才我跟他捉了两个蝙蝠盗，想不到他突然改变主意，反而袒护他们。他当然要这样做了。爷爷，江老前辈，免礼了，你又多嘴。爷爷，明人不做暗事吗？翠红姐，她答应过替你报仇的。快别说了。你以为蝙蝠帮真的跟邱天敏两个人闹翻了？是的。闲话少说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好。你们怎么？现在你要坦白地告诉我，蝙蝠帮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到现在我才知道，蝙蝠帮差不多是我整个家族。啊！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赤须龙是两江高手，加上他帮中高手如云，单凭你们几个人是对付不了他的，所以我叫你师妹去请你师父一起来。师父他？他在鬼愁峡跟我们会合。Thank you.
出鬼没的蝙蝠帮终于出现了。季旭龙，你在外边假借本帮的名义到处的烧杀抢掠，我正要找你算账呢。问题